必须得支棱起来啊！我爱说这小实话，我丢，我说墨镜，你说走，走哪里去啊？这天，哎，你说墨镜，我说走，走哪里去，老铁？能走哪里去？我丢，扬马起来，来，我说墨镜，你说走，走在我的小头上，洋洋巴巴、帅帅气的小墨镜，走。咋又来个神秘人呀？这会儿，乖乖，这神秘人怎么老多了呀？乖乖，这神秘人光光研究上我了，这又来个神秘人151079，这两个神秘人也齐居直播间了呀。我感觉哪个神秘人也没有实力呀，这两个神秘人都来了。最近我都招这个神秘人嘛，铁铁又来一个，哪个神秘人大哥来个墨镜，哪个有实力呀？到底？都天天光光开个神秘人，咋回事呀？最近两个神秘人都在我大哥的，我一个也把握不住吗？难道一个也把握不住吗？别说墨镜了，没有实力。那个神秘人呢？那个神秘人也没有实力吗？不是两个神秘人吗？一般神秘人都是大哥级别的，算拉了。哎，这两个哪个到底是真的呀？又刷拉了，刷拉了开神秘人干嘛呀？刷拉了，刷拉了开神秘人干嘛呀？那刷拉了神秘人1888不要钱呀？不要钱啊？乖乖，我都猜，一个是我王哥。一个是我王哥，一个是这个，叼着奶瓶去青楼，不用看了。一个神秘人是我王哥，社会我王哥，一个是这个，叼着奶瓶去这个青楼，必须的。你问问神秘人能装逼不？我也搞一个，能装啥逼呀？就说实话，装也没有啥能装逼的，就是一个神秘人。1888，开7天，何必呢？有那这个1888，对不对？啥不管干，对不对？可以能装逼，肯定能装逼呀。人家认不出来你是谁呀？想说啥话说啥话呀？人家也不认识你呀。对呀，你想说谁说啥就说啥，你想骂谁就骂谁，想黑谁就黑谁呀，不就这样吗？铁铁。没想到我小阿东也混得可以了，神秘人待在我直播间我也有面子。还是那句话，神秘人只要是来我直播间，神秘人只要是来我直播间就是给我小阿东面子。如果我没有面子，谁来我直播间？神秘人看谁不是看呀？非得看我河南最丑的男人吗？对不对？非得喜欢我河南最丑的男人？大哥们谁不谁都可以去看呀，为什么偏偏待在我直播间？那孩子不还是这个喜欢我吗？那编号谁能记得编号呀？那么天天都换，对不对？你那神秘人天天都能换，那编号谁能记清呀？有1888刷给曹总也挺好的，不用刷给我，大哥开心就行了，没有必要。大哥们想开就开，开心就行了。咱集体给刷啤酒的点点关注，对不对？开心就行了。是不是兄弟们？神秘人都玩的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出来这个在互联网主要是开心嘛，是不是？编号不是改不了的，那这个能改了，能改了，咋改不了呀？编号可以改，咱直播间一瓶啤酒都没有。咦，感谢我潘顺哥，谢谢我潘顺哥，现在给我刷一瓶啤酒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呀。现在给我弄一瓶那个小啤酒，我感觉都很开心了。哎，啥味儿呀，兄弟们！弄瓶啤酒，我都开心的不得了呀。你别说给老弟安排个小秘境了，我操，那不得飞天吗？感谢我潘顺哥哥的大啤酒，感谢我问号哥，谢我问号哥，关注你了，问号哥，感谢我问号哥的大啤酒。咦，我就感谢我 Q 哥，现在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呀，哥哥们，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呀，老铁们，我丢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送来的大啤酒呀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神秘人哥，谢谢神秘人哥，感谢我老六哥，感谢老六哥，太难了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
们一瓶小啤酒我都是可以的。我给兄弟们再澄清一下，大中午我开播吓住兄弟们了，给兄弟们说说声对不起。如果你们要吃饭的话，你们吃完饭再来看我，知道吗？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我，我害怕你一天的这个胃口都没有了，哥哥，你胃口都没有了。欢迎我塞王防护，欢迎塞王防护，欢迎我冷言哥，以神秘人抠的抠屁眼子的，欢迎我陈哥，欢迎我陈哥，神秘人抠的一批，知道吧？神秘人刷个小心心都费劲儿，别看他开个神秘人，刷个小啤酒都费劲儿，知道吗？神秘人不就装逼的吗？爱装那小逼吗？对不对？谁都不容易，没必要。还没我堂和哥养巴呢，我堂和先打赛巴了，说话都低调了。徒弟呢？徒弟化妆呢。养巴起来，用养巴起来，没点赞点点赞。不用道德绑架他，绑架神秘人干嘛呀？神秘人哥玩的开心就行了呀。神秘人玩的开心就行了，不用道德绑架神秘人哥。413，神秘人。绑架他干嘛呀？对不对？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，咱去扬巴一把，兄弟们，咱去扬巴一把。没下雨。干什么？乖，我丢！干什么呀，冬至？干什么打你呢？干什么？你带两个女的？还打俺嘞？40多个人玩啥呀？乖，你拿啥给俺干？你拿啥给俺打呀？乖，带两个美女，乖，还40多人，你给我吧，我玩吧，行吗？冬至，俺刚开一会儿，俺正展示舞蹈的，你有舞蹈吗？你有啥舞蹈啊？那女的，你跟着她干嘛呀？图她啥呀？图她1.58米吗？美女，跟着我吧。我问你，冬至，你有才艺吗？我有才艺呀，咋没有才艺呀？啊？你让那女的跟着我，你说开多少钱我给她？跟你干啥？咱说谁坑你啊？啊，跟你干啥？开工资呀？跟你不得喝西北风吗？冬至？那跟着你不得喝西北风吗？我丢！跟着我能饿着吗？饿不着。听见没有？啊，那美女的声音都不够大，还跟着你饿不着？我丢！大中午根本你直播管饭没有呀？一天中午能挣一顿饭吗？我丢！哎，你管俺能挣着不能挣着？俺饿不着。哎，又饿不着了，吹牛逼吹的有点大了。你饿不着，我不想跟你说。别玩了，拉了100人都上不去，带俩女的玩啥呀？乖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创的新号，我现在直播间，128个人，怎么了？我管不管你，能玩不能玩你也别做了，做人家能玩不能玩？二猴八猴的，能玩不能玩是吧？我肯定能玩啊。来输了，追回2分钟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可以来。别做人气了，手头个人够用了，对面还玩啥呀？玩兄弟们，玩啥呀？兄弟们，来打把手，欢迎我神秘人大哥，欢迎我虚伪的真心，能打把手，欢迎我虚伪哥，欢迎虚伪哥，咱翻倍，兄弟们，咱翻倍。去对面带俩女的，我后槽牙都咬碎了。欢迎我五哥，咱能打把手，兄弟们。有墨镜的来个墨镜，兄弟们，有墨镜的来个墨镜，一个墨镜直接开打，有小心来点个小心，欢迎直播间15个，欢迎我冷言哥，兄弟们，直接暴揍对面，有大哥的来个大哥，直接暴揍对面，老铁们，感谢我东鹏哥，露起来就完事了。神秘人哥哥，能方便出个手吗？神秘人哥哥，咱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咱别拿那个 PK 开玩笑，我神秘人大哥。神秘人大哥，去蹲那去，去蹲那去。太卡了。去蹲那去，别装逼了。蹲那去，去赶紧。太卡了，重新连一下。滚犊子，妈的，装258万呢。咱得退了，重新连一下，我这太卡了。你找个班上上吧，妈开直播的网太卡了。瑶瑶她化妆呢。神秘人大哥出个手，神秘人大哥别低调了，行吗？这会儿
不要再低调了，行吗？我真心哥能帮个忙吗？我虚伪着，真心哥，好大哥能帮帮忙，帮个忙出手一把吧，神秘人大哥。还卡吗，家人们？来闭麦。不卡了吧？闭麦直接打。欢迎我虚伪的真心哥，欢迎我真心哥，咱第一把小 PK 给我搂过去。真心哥，你打在暴击上，现在翻倍，现在一个热气就直接1000分。打 OK， 感谢我虚伪真心哥，搂他就 OK 了，直接打。这个女的可以啊，虚伪真心哥，让她跟着我吧，不行，咱先破个这个。